恒心早起，是锻炼殷勤不懈的功夫之一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见证台湾生命力的节目，我是美兰。现在我们所站的位置是台东的芝本，在去年八八风灾里金帅饭店倒塌的这惊悚画面，可能大家都是历历在目。但是一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我们看到土石边坡都还是在修复当中，所以今天见证的团队就要带着您来到了台东，来看看当时受灾的居民他们的现况到底是如何呢。8月8号，已经快一周年来，发现所完成的工程，主要就是第一个，交通的便道；第二个就是临时的这个土堤所堆的这些堤防。那有关于我们这边灾户的重建的部分，从去年到现在，都是毫无进展。政府它有关相关的土地的政策，它将来土地的重划是要让我们原地重建，或者是异地迁建，到现在政府都没有一个定案。对，那我们这些老百姓只能等啊，等了一年多，没办法做重建的工作，等于说我们的生计没办法继续做维持。居民生活维持现况，当时政府单位在台风季节即将来临之前，已经展开几场大规模的防灾演练。只有施工工人误闯警戒区，因而受困于沙洲，请消防队龙拖前往救援，快速评估。光秃秃的土堆，凌乱的河床，像是大地正在愈合中的疤痕，似乎也在提醒着人们，千万别好了伤疤而忘了痛。节目团队的脚步一路往南，继续来到太麻里，要拜访的是去年八八风灾家园毁损的郭陈桂英。如果您还有印象的话，当时就是他家的红色屋顶救了11个人，躲过大水，获得直升机救援。如今大水退去，这里依旧满天飞尘。啊，迄当阵11个人咧厝尾顶吼，啊，迄几年就拢靠啊，即丛林荫树是毋是？是啊，还好呢，迄丛迄阵啊，林荫还阁是足高的啊。啊，今年阮对花莲沿路过来，拢果实累累，结果今年这拢无生呢。唔知是土骹的伊的土养分哦，拢去有水挂了了啊，或者是惊着嘛，无一定。砍芒果嘛，无生啊，无长。当年吼，迄芒果呢，生个呢。正值龙眼丰收季节。桂英师姐旧家旁的这棵龙眼树，却是一颗龙眼也没有，倒是在另外一旁的空地上，我们发现了这个。真正这一条一条看，就是灾后虽然讲还在复健，灾后重生啊！哎呀，灾后重生，就是亲像你这句嘛是同款呐。其实这是丝瓜吼，真好食呢。哇，这到时阵那能做经济呀？可以呀。哇，这条就是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
这内底伊拍开搁较大的时阵，这外皮给它拿掉，啊，内面伊的纤维吼，就可以当做洗碗。啊，内底经济够老。嘿，经济都会当够老。哇，啊，这嘛是天公伯啊送来的礼物啦。龙眼树和芒果树暂时无法结出果实，但地上却冒出一条又一条翠绿的丝瓜，不也让人见证到大地万物强韧的生命力吗？房屋不能再住了，过去这一年，郭陈桂英就暂时居住在附近师兄师姐的家里。88周年前夕，郭陈桂英终于确定入住永久屋，只是在当下心里也有过挣扎。我入去的时候，我 当下 抽到进去的时候，真的我眼泪掉下来。我说拥有的很多啊，为什么我只有换了一点点？转换的高兴，高兴，小林讲，心宽不如心宽，要知足啊。毕竟也是人讲，十方各界善仙哈，人关着来去的。对啊，啊，无是故小丹你传我来，你这个新厝看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一颗球呢，是由88永久屋的一个地标啊。那么这个也是在88灾后由这些漂流木所构筑而成的。那么它的意义就是大地上的球，希望提醒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灾后当中，提醒每一个人能够敬天爱地，与地球共生息。当然在这个永久屋里面，目前也已经有33户的居民，他们入住在这边，希望能够安心安生，也安生活。哇，啊，这个天气热的时阵，你家敢会感觉还好啦，只要阮只厝边只拢有迄树啊，安尼搭咧，啊，佫风微微。是吼、哦。还好吼、哦，袂讲介热啦。啊，咱这安尼一间一户大概几平？16.5，室内实际的平数。是吼、哦。嗯。哇、啊，是不是这间房布置甲真舒适啊？呢，哎呀，上人的法照原本就有了。是啊、哦，啊是得对古厝遐提过来。系啊，迄当阵大水的时阵，才保留落。嘿，通通保留下来的，还有那个施工的，那是刚那是头一精进。所以，这还够土嘞，洗无清气。是哈、哦。嘿。啊，水灾了，这拢保留落来，其他组织物件敢嘛拢不滴个。大部分拢无去较济啦。好。剩下旗袍、八阵道安尼，啊，加迄只法船。是。嘿，啊，这是高雄的。高雄的负德师兄长嫁好我，我知道你要入新厝，大家拢关心来给你厝安尼，很有近思访味哈。啊，有几间房？房间一间。简单朴素，啊，这物件拢是一款以前遐。不，这以前的家具几乎都没有了。这搬离是你俩个添购的还是？嘿，拢家己添购。电器也是迄、那个。一般善心人士捐的啦，是吼、哦。什么物件拢扔在涂骹嘛，干那今天旗袍无来咧。啊，这八阵道通通在那个污泥，在污泥底下。啊，历经88风灾，又在抢救，又在抢救回来。哇，所以这个看到这两叔最好，跟他宝贝一样，跟他宝贝啊，感触应该也很深哈、哦。对啊，所以讲、欸，可能是想讲，可能甲提示我讲吼，你怎样？当下的时候，我真的我心灰意冷，想讲歹做啊，过去我歹做主席，还是歹做人？我不爱做主席啊。为什么？过去我等下，过去等下迄款的，等下去台北含遐囡仔到做伙啊，反正这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嗯。啊，我娘家的人讲，啊，若要做主席哈，咱家附近嘛有中立园区，我家娘家都在中立园区呢。伊讲干若要做吼，等下才做，卖安尼一个人伫遐吼，大家替你咧烦恼安尼。啊，你啊，那改了一个念头，想讲。